那我一整天都在念经，可不可以一整天油灯都开着？那台长，台长跟你说了，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念经，如果你把一整天把油灯，那可以的。如果你只要在念经，你把香烧着，油灯开着都可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香不烧，油灯就不要开。听得懂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吧。啊。